下之地理，我不是赖上纲，也不是无限上纲，更不是司马光打破纲，我是戴立纲。焖锅魔王比赛选出陈汉典，让他成为新一代的魔王。当时呢，造成了一股模仿的旋风。那么这股旋风有持续到现在吗？哎，有。资深昔日玉女歌手黄家千，主持人好，我分手大家好。资深艺人兼三个孩子的妈徐熙娣，请问你是谁啊？我是戴立纲。我们现在节目叫做《康熙龙卷风》，我是戴立纲，戴立人的戴，戴立人的立，戴立纲的纲。那你对水怪有什么看法吗？你都不管我的答案，你现在是发问。你现在还敢一个人独自的坐电梯吗？搭电梯。我一直都到饭店来，敢搭电梯是，哎呦，那就是非常厉害。所以戴立纲就是这样子，很快速的一直问问题。当然，而且他的来宾是非常的热情。你刚才问我们那几题，我们就要说立纲，我现在都不敢一个人搭电梯吗？是，或者是你搭电梯的时候有静电，要站起来做动作吗？要激动，非常激动，夸张。好，你再来问我一次，康永，你对模仿有什么看法？立纲，我跟你讲，一个人搭电梯。你是模仿的一个问题，你说你不敢一个人搭电梯，但是我感受到你的热情了，谢谢康永。要这样演是不是？是问我一题，问我一题。请问一下，你对水怪有什么看法？哦，我真的不想再生第四胎了，我生孩子好累哦，立刚。是的，我觉得第四胎要生水。康永，你怎么看？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？未来会怎么样发展？我不要看，我也不要看。有件事情我错了，因为现在我穿着西装，所以我是那个气象主播，所以我要赶快把它脱了。